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看阿姨手好脏呀，阿姨在那洗一下行不行呀？哎，行，洗一下。我好嘞，洗干净了，你们玩吧。我有一个坏姐姐，坏姐姐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坏的姐姐。嘿嘿，看我把你画成什么样子了，左擦擦，右擦擦，上擦擦，下擦擦。姐姐回来看到肯定会生气的，哈哈。乔治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还把你姐姐的画像画得这么丑，赶快给我睡觉去。谁把我的画像画得这么丑呀？我要把它擦掉，我要重新画，把我画得美美的。我有一个好妈妈，好妈妈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，生我的时候多么辛苦呀。姐姐你还在这里唱，还在这里画，等下妈妈就来骂你。哎呀，佩奇，你唱的可真好听呀，画的也好看，真是妈妈的乖宝宝，妈妈抱抱。妈妈你也太偏心了吧。你个臭小子，你懂什么呀？我不是让你去睡觉吗？你怎么还在这里呀？妈妈，偏心，妈妈偏心。我奥特曼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怎么这么没礼貌，竟敢对孕妇阿姨吐口水。爸爸，她不是孕妇阿姨，她是怪兽变的。我不怕我妈妈，我也不怕我妈妈。还有我，我也不怕我妈妈。呵呵，还有我呢，我也不怕我妈妈。那你们都怕妈妈呀，我怕妈妈。超强，这天马上就要黑了，快点跟着妈妈回家。知道了妈妈，跟着妈妈回家喽。外边咱也不能玩了，走，跟着妈妈回家。知道了，跟着妈妈回家喽。哎呦，你们两个还说不怕妈妈呢，原来你们两个都怕妈妈呀。猪猪侠，你看小伙伴们都走了，咱也该回家了，妈妈呀还在家等着咱吃饭呢。知道了爸爸，那我明天再出来玩。呆呆，你看小伙伴们都走了，咱也该回家了，要是回去晚了呀，妈妈又该打你屁股了。我可不想让妈妈再打我屁股，我回家。哈哈，真是太搞笑了，我还以为他们真的不怕妈妈呢，原来他们都怕妈妈呀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怕你们的妈妈吗？小迪哥哥，你怎么把妈妈姐姐和弟弟都关起来了呀？谁是你的小迪哥哥？你看看我是谁。咦，是小赛哥哥呀。谁是你的小赛哥哥呀？哎呀妈呀，变错了。再来睁大眼睛看看我是谁。是小杰德呀。什么玩意儿小杰德呀，我是大名鼎鼎的贝利亚大人。呼叫迪迦爸爸。好你个贝利亚，又干坏事，看招。小宝，妈妈我想你。宝贝，爸爸走了，在家乖乖听妈妈的话，爸爸完成任务就回来。好的爸爸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珍贵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。宝贝，爸爸回来了，怎么哭了？爸爸你回来了真好。爸爸，爸爸，你看窗户外面，那是什么？好像是贝利亚。爸爸，我好害怕。爸爸，你听，有敲门声。小迪，不要害怕，爸爸保护你。小迪，别怕，爸爸出去看看，是贝利亚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小迪，快来看，贝利亚被我打败了。爸爸，你真厉害，你真厉害。呀呼！我佩奇来玩叠叠杯喽，八七六五四三，快跑呀快跑呀。哎呦，哎，乔治，你这慌慌张张的是发生什么事了呀？姐姐不好了，后面有一只大怪兽，我们赶快逃跑吧。可是我们能逃哪里去呢？哎，姐姐有办法了，来，你就藏进姐姐的叠叠杯里吧，魔法魔法变变变。快看，乔治，你已经隐身了，这样怪兽就不能发现你了。哇，那太好了，姐姐，你也赶快隐身吧。好，姐姐现在也来隐身，魔法魔法变变变。我怎么没有隐身呀？乔治，佩奇，给我站住。大怪兽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可不想被大怪兽吃掉呀。我佩奇要再来试一次，魔法魔法变变变。
哈哈，我怪兽已经来了，还想隐身，我现在就来找你们。乔治赶快出来。嗯，乔治怎么不见了？那佩奇肯定在这里。什么？佩奇也不见了？哼，我今天又要饿肚子了。小猪饿了吧？赶快跟妈妈回家吃饭喽。妈妈妈妈，我是小猪，我的肚子好饿呀，我要跟你回家吃饭。哎呀，你才不是小猪呢，赶快下来，这个才是我的小猪，赶快跟妈妈回家吃饭。小羊，天黑了，赶快跟妈妈回家睡觉喽。妈妈妈妈，我是小羊，我好困呀，我要跟你回家睡觉。哎呀，你找错人了，我不是你的妈妈，我是小羊的妈妈。小羊，赶快跟妈妈回家睡觉喽。小鸡，别玩了，赶快跟妈妈回家吧。妈妈妈妈，我是小鸡，我最听话了，我要跟你回家。哼，什么小鸡呀，我家小鸡才不长你这样，这个才是我的小鸡。小鸡，赶快跟妈妈回家。小鱼，妈妈也来接你回家啦。妈妈，你终于来了，我是小鱼，我要跟你回家。不对不对，你不是我家小鱼，赶快下来，这个才是我家小鱼，赶快跟妈妈回家。小企鹅，等着急了吧，妈妈来接你喽。妈妈妈妈，我是小企鹅，我等好长时间了，咱们赶快回家吧。你个糊涂的小熊，怎么乱认妈妈呀？我才不是你的妈妈呢，我是小企鹅的妈妈，赶快跟妈妈回家。啊，他们都走了，怎么没有人认我呀？那我的妈妈呢？小熊小熊，我才是你的妈妈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哦，原来我是小熊呀，妈妈妈妈，我也有妈妈喽，咱们赶快回家吧。白雪贝尔，我让你们做的糖果做好了吗？王子哥哥，我做好了，我贝尔给你做的是蓝色糖果。王子哥哥，我白雪也做好了，我给你做的是五彩糖果。好好好，那你们今天就来脱模吧，谁能脱模成功，我就让谁当我的王妃。哇，太好了，我贝尔一定要脱模成功，然后当上王妃，这样我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。到时候我要让白雪做我的丫鬟，天天让她给我洗衣服刷马桶。哈哈哈，想想都开心，我现在要来脱模了。啊，我怎么失败了？太好了，该我白雪脱模了，我白雪才是真心喜欢王子哥哥的，所以我一定要脱模成功呀。等我当上王妃了，我一定会对王子哥哥更好的。哼，白雪，你想得美，我贝尔都失败了，你也不可能成功的。谁说的呀，贝尔姐姐，那你就等着看好了，我一定会脱模成功的，我要来脱模喽。三二一，打开。哇，我脱模成功了。好，我现在宣布白雪可以当我的王妃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排好队啊，一个一个进去打预防针。阿姨，打针疼吗？不疼，就跟蚊子叮了一样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，蚊子叮我一下，我皮厚，我都感觉不出来疼。那打针跟蚊子叮，那我就不怕了。你们谁先来呀？那我先来，阿姨。那好，跟我进去吧啊！别紧张啊，不疼，呵呵，我都不带喊的。啊啊啊啊啊！这啥动静啊？走吧，走走走，这咋给拖出来的呀？来，到你的啦，阿姨，真不疼吗？啊，不疼。那刚才那个咋拖出来了呢？啊，他是打的腿，不敢走了。来，跟我进来吧，我也不会喊的，哈哈哈。啊啊！哎呦，哎妈呀，这是啥动静啊？走走，这咋还背出来了？还是跑吧。那我也不打了。哎下，哎，那俩哪去了？那俩跑哪去了？怎么还走了呢？啊，弟弟不要！玻璃珠不可以往嘴巴里放哦。看姐姐的嘴巴啊！姐姐你怎么了？终于出来了。玻璃珠、硬币都不可以放嘴巴里，很危险的。对不起妈妈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。